都咪最近就伤咗个膊头，咁啊冇得做两个几礼拜，咁依家系咯都唞紧，但系食嗰边都系一样照咁样食嘅，系啦系啦，唔系唞到好为止咯，我又唔想夹硬去操，然后伤再耐啲咁样，系啦，我依家拉亲膊头，一组肌肉，所以系咯。应该是说看完物理治疗就说是因为我整个背的肌肉太紧，我只挂住操泵行它，我没什么点放松拉翻松它，时间耐了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的肌肉，然后就那个灵活性比较低，就易拉伤，现在就拉伤了，然后要拉翻松整个人，是的。好，thank you， 麻烦。